饭。我啊，小静，那多人都辞职，那一直变大了，水是浊的，这边很滑了，要不小心很滑倒，所以还是穿个雨鞋，穿拖鞋你可能难走了。这走走石头路。下大雨不要来，但这边都是有水走过的痕迹，来的话可能发生危险。可是下大雨的时候，终于到，垃圾大概也冲走了吧 ？OK， 这边一样掉这边了，这边掉沉底。加手干的，鱼饵啦，然后，断线。
这里比较黑。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，这个小搞搞一下了。后面季雨也有来，不过这个后来拉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断线，就算了。好啦，有机会再来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